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电影点评时间。今天我决定来做一个新的电影点评，就是最近很火的电影《哪吒》。我昨天晚上去电影院看的这部片，我很喜欢这部片，这部片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电影。所以我写了一些 notes，写了一些笔记，然后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哪吒是一部很好的片，这是肯定的，但是它不是完美的。我觉得这是我要定的一个基调。首先，故事进入太唐突了，没有任何的代入感，然后就直接开始，角色之间就开始有冲突打斗，然后角色的介绍是通过，文字在屏幕上的文字来介绍给观众的，这就对不了解背景知识、没有这个故事背景知识的人观看起来会有一些难度，然后这种介绍角色的方式非常的亚洲啊。我觉得非常的中国，非常的亚洲。然后卡通人物形象的设计我觉得不是太统一的，就太乙真人和哪吒，我觉得是一国的，他们的角色是很有个性的。但李靖夫妇跟敖丙，他们的又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人，让我觉得就，所以这两种角色的设计让我觉得非常的有点冲突。然后两个主要角色哪吒和敖丙的形象差异太大，一个是小屁孩儿，4、5岁的小屁孩儿，熊孩子那种感觉；一个是开始懂事的少年，青春期少年的那种感觉。很难让观众信服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呀，有种就给我一种很生硬的混搭感，这也会影响故事，影响向观众传达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李靖夫妇、敖丙这样的形象设计呢。非常的日本卡通形象，这种痕迹模仿的痕迹太重了，所以，让我想想，我还跟让我想想跟这个之前的迪士尼的《花木兰》这个电影中对古人的形象设计，我更喜欢那样的，我可能还更喜欢那样的古人形象设计。那样的形象，我觉得更来得讨喜，至少是很 unique，很独一无二的，就是对，那就是中国人的形象，就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这个电影里头是哪吒的母亲这个形象，几乎就是根据李冰冰来设计的，我觉得她背后配音也是李冰冰，这很明显。我并不是说我不喜欢，我还挺喜欢李冰冰的，我觉得就是很有趣，我能发现这一点。这个电影中的搞笑部分是比重很大的，它处理得很自然，也的确很搞笑。但有些地方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剪辑的原因，就本来是这一部分是应该是煽情的部分。但是突然插入一个有点不太合时宜的搞笑，就打断了这个故事的情绪节奏，让故事的情绪高潮没有办法就做一个很好、很完整的 ending，也让观众的情绪得不到充分完整的享受，就感觉观众在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时刻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点点时间来整理好这个感人的情绪，来有一个喘息的过程。但是突然就被一个不合时宜的，
笑话给打断了，就有点不太舒服。然后讲讲编剧和讲故事的方法。这两点呢，这部电影都做得很好，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能成功的原因。但整部片子呢，情节的旁枝有点过多，有点琐碎了。有些其实小的情节可以砍掉，我觉得。所以，因为过多琐碎的情节呢，会让这部电影看起来更适合用来拍电视剧，就有点琐碎。还有些处理的不，有些情节处理是通过人物声音的自言自语来推进的，就好像，哪吒的这个诅咒是靠申公豹嘴里讲出来的，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讲出来的，这个就非常的低级，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情节处理。还有这部电影，我觉得缺少一个部分是，它没有讲述哪吒的成长过程。虽然他是一个 evil，一个邪恶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做得更丰富一点。因为孩子的成长是既有烦恼，也有许多欢乐的。如果你把这部分表现出来，这会大大的帮助观众进入这个故事，跟哪吒、跟各个角色建立起情感上的连接。就像《飞屋环游记》当中，那个老爷爷跟他的妻子，一生的过程，那个动画片里用了非常巧妙而经典的方式来讲述了他们的幸福的一生，我觉得这正是这部片里对哪吒成长过程需要的一种描述，也会大大增强这个电影的艺术性。讲到电影的艺术性，动画片，对，动画片应该是很有艺术性的一种影片风格，但是这部电影没有突出它是一部动画片，也就是说，如果把这部电影当中的人物形象全都换成真实人物来演，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一部完全一样的，就也是一部这样能可以讲述这部故事的电影，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如果我们用《狮子王》来举例，如果你把原版经典的《狮子王》里头狮子换成真狮子来演，就不是那个原版经典《狮子王》的味道了，这就是成功动画片能够做到的，艺术上成功的，结果。我觉得这部片有点缺少这方面的味道，或这方面的处理。还有一个点是哪吒，我们都知道，哪吒有三头六臂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打斗技能。影片中也展现了，而且这个展现的方式非常巧妙，我很喜欢他在那个点上展示了哪吒的三头六臂功能，但我觉得这个戏份太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想留到后面拍续集来展示，就是作为观众来说。作为了解哪吒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观众来说，我觉得三头六臂的功能可以再多做一些介绍和描写。另外一部分，我想聊的是李靖夫妇和一些次要的角色，他的动画调节还真的需要再打磨打磨。李靖的行走动画跟哪吒妈妈的脸部动画都还是可以很看得出很欠缺的。就
secondary move，就是其他细节的，这些人物上其他细节的连带动画，没有做到位。然后哪吒妈妈的脸部动画没有充分的表达出母亲的那个情感，包括眼泪啊，包括伤心的表情啊，就还是需要打磨的。村民的，包括一些次要村民的动画，就比可以看得出比哪吒的动画要粗糙一些。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知道40年前有一个哪吒的经典电影叫《哪吒闹海》，很多观众会跟那部片做对比，但是我觉得这两部片因为故事不同嘛，所以没有特别大的可比性。时代背景也不同，所要传达的故事、传达的信息都是不同的。40年前的那部片故事更加简单、更加合理，也更有逻辑性。但是如今的这部片呢，我觉得我更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它更加贴近人性，也更加有意思。它的人物，这部片里的人物比那部片更加有意思。另外。我们知道哪吒也要在海外上映了，所以我很好奇，当海外观众没有像我们中国观众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知识，在没有这样的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影体验、观影感受？我们拭目以待。好，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电影点评。希望我们更快会看到更多的好电影，然后做一些点评给大家。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